啊，爆晒光添，佢喎，救命啊！你认为现在是西元几？1985年，怎么了？我女儿的确是在两周前失踪的，他们是被外星人操控了人类，我必须跟警察谈一谈，不然现在是几呀？2018。2019新锐 HD 电影台即将播映的是《哩咕哩咕新年财》。我们今天凌晨2:20左右，接报说新南地下停车场发生火灾。当红歌手佑娜原本将要与泰山集团的林泰山会长结婚，未婚妻一夜死亡。你跟佑娜发生了什么事？如果你老实说出来，我才能救你。女儿，头号嫌疑犯。我的女儿并不是杀人的。被告讨厌被害人涂佑娜。对。真是想开车撞她。我有异议。改编中国亿万票房电影。你有案发现场的监视器影片。监视器的监视龙山。崔敏植、古静慧、柳俊烈，把东西交出来。这是什么？看到的叫谎言，看不见的是真相。你也是疯子，该死！大家都上当了。林泰山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想牺牲自己来报恩是吗？不用，那是你杀的。我不记得。周日黄台影院，《沉默的目击者》，2月23日晚上9:30，全台首播。报名即将截止喽！快来加入我们，为自己也为地球而跑。You wanna talk about last night? You were in a pretty bad place. Totally understand. I feel better now. Thank you. I never know where I stand with you. Is this your weird way of breaking up with Carly to get with Leah? You're making a big mistake. How did you know your wife was the right woman for you? My heart sped up every time I saw her, still does. I have to tell you everything.杨一墨菲第三季全新集数，周二晚上10点 ，Fox Fox Plus 与美同日首播。这个二月，穿越时空的印度人引发神秘绑架案，我们需要躯体才能生存。决战异世界2019，未婚妻意外身亡，独生女成唯一嫌疑犯，她有案发当天监视器影片，不能让她出庭。沉默的目击者，连环凶杀案引起全城恐慌。七年前的案子，凶手可能有两个人。魔鬼在身边，还是藏在内心深处？戏魔，新锐 HD 电影台，甄子丹监制，袁和平执导。给我去砍死那个张天志！张晋、东尼加、杨紫琼联手出击，再现咏春真功夫。Someone told you that heroes die quickly. 我不是来做英雄的，我是来揍你的。咏春，张天志。叶问外传，张天志，周六晚上9:30，新锐 HD 电影台。